风调雨顺很重要，那这要气节调和，需要人心。人心，我们大家呢，能有共同和谐，就如气候。我常常说，天有天气，人有脾气。所以啊，人的脾气呀，我们要好好的修心养性。脾气是一股气呀，你的心中无明，那就是不明白事理，只顾我，我所行，这种人人啊，我行我素，我做的啦都算小啦。是啊，我说要安尼做，我说了算了，这都是不对。我们呢，我说，我们要共同呢来协调，大家认为此事可行吗？啊，人人，大多数人赞同，此事就是必行。大家就代数啦，那来成就代数，这就是会调和啦。所以要共同有一个方向脚步，那要结合经济，就如我们在绕佛，绕佛呢那样的这步骤，随着我们心的虔诚，你的我的他的大众的心念共为一念，不能有分毫偏差，那这样的声音呢都调和，韵律调和，听来呢都是让我们呢心中呢那一份的道气虔诚，口念呐、生动，那就一步一步踏步，可以看到了前后的摆动，很美。这种身体，你的身体行动，我的身体行动，他的身体行动，左右摆动，那这样的团队啦，在绕佛之庄严呐、啊，步骤整齐，摆动呢左右有韵律，唱出来的佛号都是呢很美。各位菩萨，这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早晨就要开始调好心念，念念是佛心。我们呢要开始起步绕佛绕法，步步都是菩萨踏步，行菩萨道，这都是我们每天的一大早就先调好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口，我们的
教。总而言之呢，法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分秒钟，你心中不脱轨，那你的行动一定能正气。这都是在思想行动中，思，那就是一个田字下面有心，那叫做思啊。我们的心田要用心耕，那人人心中都一苦禅，咱爱用心去耕这苦禅呐，这苦禅。好，显经济，我们不善种子，那四大调和，这呢，这一亩田呐、啊，一定呢是丰收。四大调和啦，我们在耕种呢，按照规律去播种。按时灌溉，随按时除草等等，这都是呢我们要如何从感恩大地的五谷杂粮，也需要我们人去耕耘。没有人去耕耘，大地呢都是杂草丛生，哪怕我们在耕耘这田地，我们明明把它除得很干净，布下种子，但是呢杂草还是生长，比种子的新芽更快，所以你不去除草，这很快就被杂草呢包掉起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好心就要培养我们的习惯，我们从信心吸收进来，这样的善心善念，我们呢已经一修了，修行，那就是锻炼我们的习性，往好的习性走，那你习性啦，那你习气啦，就是要往好的去培养。你起心动念都是很自然的，就是好的习惯。所以说天有天气，人有人的脾气啊，这个人的脾气真好，他的性地真好，性地还是呢归于地，他的性地真好，就是这一片土地呢就是很纯良的土地，所以布下种子呢，它就会种子会很饱满的很增长起来。那我们的不好的习气就是啊，也性得加派哦，啊，这样性得派，那就是呢杂草多，你的少数的种子黑落去，绝对敌不过杂草，所以杂草就如我们的烦恼无明那一种的意念。意念呢，胜过了我们的善行。各位菩萨，
说好话。我们呢要时常练习说好话，说好话容易，要听好话是难。好话要用心听，听呢要入我们的心田里，我们的心这个禅呐，你有好的物件入咱的心底，变成是咱的，散发入心，一生无量。